4月14日下午，歌手全永路在首尔大学路某剧场举办了小剧场演唱会媒体招待，这次也是他出道45年的纪念演唱会，将于14日到30日在大学路举行。而作为歌手界的大前辈，又是人气女团 TERA 成员全宝蓝的爸爸，对于在娱乐圈发展的女儿也经常给予建议。저는사실 제가저희딸내미들한테도그런얘기를합니다너희들이노래잘불러도소용없다너희들이연기잘해도소용없다잘나도소용없고이뻐도필요없다아무조건소통을좀해주고사인도많이해주고사진도많이찍어주고말도많이해주고그래야연예인이다그랬어요